慈爱怜悯大大的充满你们各人，不是简单是为了满足我们，而是要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医治我们的生命。在这个时代这个黑暗里面，神啊，你将要差派我们成为你的使者。主，唯有你来充满我们，我们先有能力去爱。是主，我们每一个我们都很想更多的爱你。是主，今天就让你的爱再次来充满我们，更多的更多的，让我们这个爱不是单单我们这一刻去敬拜的时候就热情，是啊，你给我们生命里面都带着你的爱，是啊，主帮助我们，是啊，主我们预备好，我们预备好来到你的面前，将我们的爱去倾倒在你的面前，不止在教会的里面，是我们要将你给我们的爱倾倒在这个世界的里面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我们爱你，主，是啊，主，我们爱你。主，求你来充满我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早晨，早晨。我想问一下呢，哪个你好想更多爱神的？
我哋一齐啊！我哋每个都系好想好想更多爱神，系咪？我哋唔系净系单单今日去喺我哋歌声里边，只系一个开始。我相信我哋用呢首诗歌去赞美嘅时候，你真系咧，你倾尽你嘅全力啊，倾尽你嘅心去到神嘅面前啊！唔单止喺呢个地方，当我哋这个爱能够涌流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出去，好不好？你好，大家可不可以答应我？其实不是答应我，是答应神。答应神，不是单止在这里，好吗？大家预备好没有？谁预备好？好，好，我们一起预备好。声继唱啊，好嘛？
荣耀，必须改变我对你的爱，永不变。全地全地都要来赞美你，我会在你面前称颂你，山水动
只想见到你，只想见到你。这个是我们的渴想，与你开启我的心灵，与你捉摸我的心，只想见到你，只想见到你。愿你捉摸我的心，只想见到你，只想见到你，看见你的臂高举，你的平安普照在千里，你爱而大能见到，因你是胜在胜在胜在，看见你。你的永光普照在全地，你爱如大能倾倒，人离是醒在醒在醒在。愿你开启我的心灵，愿你触摸我的心，只想见到你，只想见到你。系啊，你从打开你嘅心。愿你开启我的心灵，愿你触摸我的心，只想见到你，只想见到你。Open the eyes,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, Lord,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. I want to see you, I want to see you.Open the eyes,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, Lord.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. I want to see you. I want to see you. See you. See you high and lifted up,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the glory.Thank you.
己想与想与神相遇，系啊，这个时候就系只有你同佢，只有我哋同我哋装好嘅主。告诉你，他是一个信实的神，永不离弃你的神，你要相信他，他是爱你到底，他说我与你同在直到地极，他说的说话是真不真呢？是真的。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周围见到死亡黑暗，但是他说我是与你同在，我的杖我的竿都是安慰你。仰望你的主，他是信实的神，没有其他的神，只有得你的主耶稣。仰望他，他为你牺牲一切的，是为了拯救你，救赎你，你是属于他的，他永不离弃你，相信你的主。今天会告诉你，接下来你的前路，他会用他的恩手去拖带着你。你已经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好像停滞不前，就好像以利亚当时跟阿哈王这样说，三年不下雨，等了三年一滴水都没有，你已经等到很疲倦。但今天神要告诉你，你要举目观看，你在前面你会见到神开始一些工作，就在你面前会发生。你不要放弃，你不要气馁，你的眼目一定要定睛在神给你的带领的里面。如果这个是你的，你举你的手向神说，神打开我的眼睛，打开眼睛，打开眼睛，神要 在你的前路里面，他要带领你。这三年的一些时间里面会过去，因为突破是来的，突破是来的，在你的前路的里面。你不要放弃，你不要放弃，因为神呢，他是好像一个牧者一样，他在你面前，走在你前面，一定会带领你，并且他要为你开路。你用你的信心向前看吧，向前看吧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而且神都很想告诉我们，他的爱永远都在这里，他的爱充满全地，他的爱一直在这里，只是我们有时是看不到，我们见不到的时候忘记了。但是神很想告诉我们，我们其实只需要再次去到他的面前，就能够领受他这份的大爱，能够领受他的心意。当我们领受他的爱，领受他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懂得怎样用他的爱去回应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回应身边的人的生命，回应这个社会，回应这个各样的困境，让我们再次去到神的面前，领受他的大爱，领受他的心意，然后能够活出展现出他给我们的照明。我们都留多些时间给圣灵的工作。
主欢迎你。
前所有，赞美你的神。
个神迹就是从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开始，他要突破我们每一个人爱的那个帐篷。可能一晚的时间，可能就是一个聚会的时间，可能就是一个祷告，就是因为我们亲近神，愿意全心归去的时候，神就会同我们每一度每个人的心里面动手术，康复我们的帐篷，叫我们能够去爱一些我们不能够爱的人，叫我们能够同一点我们不能够同他相处人相处。弟兄姊妹，活一下的日子快到了，时间已经无多了，我们还要等几耐才可以成长呢？我们的心要等几耐才可以再宽一少少呢？我们还要经历几多个事情，我们才识去爱多少少呢？但主爸爸今天说，今天后日子他要将他的灵血抹翻有血气的。爸爸，今天我们真的将我们的全人交给你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真的没办法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求主你今天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手术。主啊，这个我们能够爱多些人，叫我们跟多些人相处，叫我们离开自己那个想法，无论对方是个什么人，我们真的就好像谅解我们的家人，就好像谅解我们很熟的朋友一样去谅解他们。主啊，你就将这个爱挤在我们的里面，康复我们，康复我们，因为在每一刻的日子，神啊，你有爱是人才可以拯救这个地方，拯救我们身边的人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你献上你的心，神啊，献上你，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全人。哈利路亚，来神啊，来啊，来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来神啊，来啊，来路亚，拜耶，来神啊，来啊，来路亚，系啊，经验啊，系啊，经验呢个突破，主爸爸，我们真系需要呢个突破。哎呀，我们真的需要个突破！哈利路亚，来上来，来呀，来来呀，哈利路亚，来吧呀，哈利路亚，来上来，来呀，来来呀，哈利路亚，来呀，来上来，来呀，来来呀，来上来，来呀，来来呀，哈利路亚，来上来，来呀，来来呀，来上来，来呀，来来呀，哈利路亚，来上来，来呀，来上来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我们一切的盼望都是在你的里面。是啊，虽然我们对自己的心都是没什么办法，我们都等了很久，自己都不能够成长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没有时间限制，在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。神啊，就算我们的心那么难搞的地方，但是主，你都可以改动。是啊，你可以为我们每一个人去动这个手术，不是因为我们要开心一点，不是因为我们要同人建做好一点，而是因为神啊，这个世代真的需要爱啊。是啊，因为这个世代是啊，真的需要爱和怜悯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在末后日子，叫我们能够站立得稳。神啊，在末后日子，神啊，我们真的成为得胜者。是啊，教会能够在这个灯台上面，不在斗底下。主啊，你真的建立这个教会，阴间的权势不能抵抗它。神啊，我们就要站立在这个磐石上面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的爱，是啊，因为你的大能，是啊，因为你的触摸。神啊，我们能够不断地能够去亲近你，是啊，能够回应你给我们对于这个时代应该要做的事。主，我们多谢赞美你，求主你真的继续地向我们讲说话。多谢你给我们一个这么好亲近你的时间，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， Amen， 哈利路亚。